各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这次回来时间也只有一个星期所以安排了7次的讲演，讲的内容呢还是借助上一次没讲完的这个贤首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那么到昨天为止好像讲了7堂课吧，14个小时，把6个纲目介绍出来。那么今天呢才算讲到正文今天是正文的开始，在上一次讲过一遍，一共讲了96个小时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看缘分也不着急可以细细的来学习。贤首过思这篇文章不算长是华严经修学的方法是非常重要那么大的经典，如何我们能够切入华严境界，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他把它归纳为6条。前面3条呢是看破，后面3条是放下看破放下。华严是世尊对化身菩萨讲不是对凡夫讲的。化身菩萨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分证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为什么还称他为菩萨呢？因为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干净佛法修学的宗旨，修学的目标，学佛的人首先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华严经的修学目的不是叫我们升官发财不是叫我们在6道里头搞轮回也不是让我们到天上去享福那就完全错了。华严是叫我们回归自信所以这个是换一句话是就教我们怎么去做佛怎样去证得无上的佛果这是他的目标。这一桩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看破放下我在现在算起来是58年前58年前刚刚接触到佛法我第一次见出家人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确实是大学问方老师告诉我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向大师请教，佛法里面有没有秘诀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境界？我这问题问得很大啊。张家大师听到我提这个问题之后没有说话，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多钟头，一句话都没说啊。半个钟点之后，他很慢慢吞吞地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没我这么快，我速度快。这一桩事情我差不多到20年之后才真正懂得啊。这么简单的六个字，何必要等半个小时才说？那我一问他马上就回答我就可以了。20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了一段事情，是人心浮气躁啊，不要给他讲话。为什么？他听不进去。啊，所以这个耳朵进去了，我出去了。啊，必须把你的情绪完全稳定下来。所以那半个小时是修定的。那我们年轻人呢，心浮气躁，他看得出来呀。啊，这问题提得很好，也是好问题。啊，要用半个小时，让我心整个定下来，他再看我。这叫你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会认真努力去干。这个太难得了，我的一生遇到不少老师。张家倒是很特殊，哎，你有一点浮动以后，他不跟你讲话，啊，所以现在我们在国际上啊，中国我接触的少，啊，外国接触比较多一点，啊，在大学、研究所看那些学生，个个都是心浮气躁，比我严重多了。所以你就想的是，现在这个学术啊，大幅度的下降，一代不如一代。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传人了。啊，不是说没有传道的老师，没有接受传道的学生，个个都是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对老师也不尊重。啊，这就难了。那我们要想真正的乘船古圣先贤的大道啊，真正接受佛法，想在佛法里头有成就，你就不能不依照这千万年祖宗的老规矩，就是以戒得定，以定开慧。啊，戒是什么？规矩。所有规矩的根本就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规矩的根。啊，不孝亲，不尊师，佛菩萨来教你，你都无法接受，对，你不是法器啊！就敬业三福，你看把这两句摆在最前啊。中国传统的学术啊，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哪个国家族群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啊，为什么？老祖宗所传的学说，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就恐怖了。
是跟佛法呢，可以说是一笔空出戏。佛法完全是自性的。说穿了，与学不学没关系。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是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起入佛境界？佛境界就是回归自性。那知识分子好学，求学，所谓有知识的欲望，有好学的欲望，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年幼的时候就好学，而且19岁呢离开家庭，出去参学。那个时代高僧大德，印度是宗教之国，学派里面的高人，他去亲近，他去拜访，向他们学习，叫寻师访友啊。学了事儿，19岁开始学，到30岁，30岁成就，怎么成就？我们在想象当中就明白了，世尊的身份特殊，王子的身份。聪明好学，你说哪一个老师不喜欢这样的学生？这个学生具足孝亲尊师，每一个老师都想把自己的东西传给他，所以他那个12年学的东西可多了。古印度，无论是宗教还是学术，都重视禅定。这个在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一个特色，注重禅定。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这不是佛教。四禅八定，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宗教学术普遍不学。但没有人不学四禅八定。那么得到定功前身当然不一样。有得到前，有得到身，那是个人根性，个人的功力不相同。总而言之，都有一点定功。得定，我们现在知道空间维次透空，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形他了如指掌，他太清楚了。定中是限量境界，你亲眼看到，你亲耳听到，你接触到，这个不是推想，不是什么灵媒附身，不是，你亲眼亲自见到，这是最可靠的，对限量境界。我们现在所看的限量，定中也是限量，它不是比量，它不是推想。可是六道，六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这个问题当时宗教里头不能解答，学术界里头也不能解答。这个我们要懂得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的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啊，我们才学得到啊！所以他放弃了，十二年都学了，再也没有老师了，就不学了。啊，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在大树底下了坐定。毕多罗树，啊，他在这个树下开悟了，以后就叫他做菩提树，啊，就不叫他做毕多罗树，叫菩提树了。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见性成，啊，他证道，啊，这就是说，过去十二年所学的。用现在的话说，知识、学识，释迦牟尼佛学识知识很丰富，他学的很多，不是智慧。那佛法要求呢，不是知识，要智慧。智慧比知识就高了，智慧开了之后啊。知识全都融汇在里面，就是知识里面没有智慧，智慧里面有圆满的知识，这个要知道。有佛法讲说一经通一切经通，为什么智慧嘛，每一部经都能帮助你开悟啊，啊，开悟之后你全都通达了，你就没有障碍了啊。那么知识是要求，寻思方有是要去求的，智慧不要啊，智慧不要求，智慧叫放下去，就是你能看破放下，智慧就现前啊，看破什么？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是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大乘教里面常讲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尘沙烦恼就是分别，无明烦恼就叫妄想。啊，华严经上讲的名词是妄想分别执着，大乘教里面讲的这三种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这个东西要放下。为什么自心里头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可是没有，现在有，有了呢，它就产生障碍，障碍你见性啊！把自心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德相扭曲，就产生变化。啊，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自性里的本有的智慧变成烦恼，本有的德能变成业障，本有的相好变成了六道三途的变质。啊，不是不起作用，还是起作用，这起作用扭曲了。啊，这是这个好的受用没有了。有时候是苦难的时候啊，这是迷悟不同啊。啊，世尊示现的密意呀，我们要能体会到啊，然后在这个现实环境里学什么？学放下，学不分别，学不执着啊。那学不达妄想是学不到的，妄想肯定得不了啊，那个太高，妄想断你就成佛了，哎，你成不了啊。这个分别执着断掉了，你是菩萨啊，没有到佛果的位置，我们能做到菩萨就不错了啊。这烦恼
也就解决的差不多了，啊，六道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执着放下，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那你就进入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一头，六道呢？是修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如何能够出离凡圣同居土，出离六道轮回，提升到方便六道？六道里面有善恶，方便土里头没有善恶啊。它有染净，啊，它是净土，啊，因为它没有执着，分别也很淡薄，啊，所以心地清净。啊，我们念佛人，你看《无量寿经》的精辟，好啊，修行的中药啊，就在精辟上。啊，经中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那就是五个字：心净则佛土净啊！啊，在清净心呢，决定生净力；那在心净则故土净啊，这是真正取得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个条件。你心里头有执着不清净啊，执着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见思烦恼里面五种见惑就不清净啊，五种见惑里头，第一个身见，执着身是我，这就不行。大乘教里面，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大慈大悲，不断的在教导我们，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目的是目的叫我们不是说不要这个身，不要执着这个身就对啊，你只要不执着这个身，不爱死啊，我不爱真，真也不爱妄，真妄圆融。那现在我们这为什么不圆融呢？你执着这个身生，因为有了执着就不圆融，执着放下了就圆融，就跟佛菩萨应化的世间没有两样啊，在这个世间游戏神通啊，那得大自在呀 啊这环境好，很好，环境不好也很好，他不执着吗？啊，你有执着，你就有好坏的感受；不执着了，好坏感受都没有。平等受，心地是清净的、平等。啊，修清净平等觉呢，果报也是经济上的。大乘啊，大乘是智慧啊，清净心生智慧啊，清净心的果报是大乘，平等心的果报是无量寿，觉的果啊庄严。你看经题上面一句啊，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果，那是极乐世界。
啊，如果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人人都修清净平等觉，这个世界马上就变成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的净土没有两样啊。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都想清净平等觉，那个清庄那个大乘无量寿庄严就现前啊，所以真的懂得这个道理啊，能够如法修行，这个世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现在这种危机那个危机，可危机可太多了啊，怎么来的呢？妄想分别执着想出来的啊。你看从前古时候，也就念念古书，哪个书本上有什么危机？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词啊。现在人们很会打妄想，想出这些名词出来啊。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就有这思想啊，这个境界相他就写出来，这道理一定要懂，这是佛法的奥妙，华严奥旨啊。啊，那么这样我们明了，我们这个知识可不可以学呢？可以学，不要执着。那不学呢？不学也行，不该思啊。你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没学，那智慧开了，怎么开的？放下就开了嘛。那可见的这个东西与学不学没关系。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最后还是放下。如果不放下，他就开不了悟啊。为什么呢？那叫所智障。他学了那么多东西，那所智啊，障碍他开悟。必须放下才能开悟。你不放下的时候，你开不了悟。障两种啊，烦恼是障啊，所智也是障啊。所以古德常常教我们啊，知识少是烦恼少啊，知识不要太多，太多你烦恼就多啊。啊，摄人多出是非多，是吧？啊，智慧开了的时候，没有学过这个，你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一接触就明白。啊，这是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啊，你看《坛经》，《坛经》里面第一篇是叙说能大师的传记。那我们从记载里面看出来，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砍柴为生，啊，樵夫，啊，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到。没有樵夫啊，抗战时候还有，因为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电，抗战时候没有啊，每一家煮饭呢还是烧柴啊，自己又不能上山去砍柴，就专门有砍柴。挑到城里面来卖的，在挑，啊，有专门去挑水的，啊，到城市里面卖水，一袋一袋的卖水。那现在这个行业没有，啊，现在用电用瓦斯，啊，他们有多少？不认识字，啊，学佛之后。虽然在黄梅住了8个月，还是干他的本行啊，五祖分配他的工作，破柴冲米干本行啊，干了8个月啊，禅堂没去过，讲堂也没去过，这个事情我们也了解啊，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清净平等觉。他真修正了，清净平等觉，破柴可以修，终于可以修啊！不一定在讲堂上禅堂，不一定哪都可以修啊！啊，日常生活当中，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所以他听神秀大师那首偈，啊，别人念的时候他听到，他一听就晓得，那是知识分子做的。那不是开悟人做的，啊，所以他就把他偈子改掉了，啊，改掉，五祖就肯定了，啊，虽肯定了，不说，啊，为什么不说？同行相忌，有嫉妒障碍发生了。那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爱啊，他加以保护啊，半夜三更召见他啊，给他讲金刚经，肯定没有书本，他不认识字，怎么拿书本呢？他肯定没有书本，讲大义啊，讲大义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把他自己尽心那个境界说出来，这个不容易啊！啊，你临近见性，见什么了？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临近见性，性是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说出来，定中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临近见性的报告啊！啊，就是这个贤首过思华严奥旨里面讲的第一条，自信清净圆明体，佛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啊，六祖慧能大师讲二十个字，那二十个字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展开了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浓缩起来就是二十个字，不增不减啊。啊，他头一句讲的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和气自信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现在还是清净，本自清净啊。第二句本不生灭，它不生不灭，对，它不是有为法，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就是华严经上佛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行，同样的才艺，同样的相好啊，相好我们中国人叫福报啊，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本自具足，虚空法界本自具足，他觉得他不信啊，本不动摇，你的真心从来没动过，这是自信本定，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是自信本定，他这个不是修的，放下的心情，默合一句能生万法，能生万法跟第三句的本自具足影现不同，不现象的时候
是本自具足，现象的时候是能分万法，啊，一个隐，一个现，啊，像我们看电视，啊，隐的时候，我们电视频道没打开，啊，电视上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说它没有东西，你一按它就出来了，啊，能生万法了，是把频道打开了，它显现。这两就是一言一行啊，所以说是不闲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没有，闲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有，那是假象啊，隐现都不可得，都不能够知道，他这个五句话二十个字，释迦牟尼佛讲的是大方广佛化言，我们现在讲了4000多个小时，1/5还不到。那如果像这样细讲的话，《华严经》再讲完的话，那就还需要20000个小时。啊，你说世界上哪个大学有一门课程呢？有24000个小时的？也不及，实际上24000个小时，略说，细说，说不尽的。啊，这个就是自信圆满的功德。啊，怎么样能进去？哎，那就是张家大师说的了，看得破，放得下。那我们现在初学，初学要先看破后放下，你才能入门，否则的话你入不了门。啊，那我们的看破实在讲的是不没办法彻底看破，只可以说是把分别执着淡化，啊，所以就看得淡一点，啊，不要把名利看太重，啊，名利看淡一点，五欲六尘享受看淡一点，啊，什么东西都能看淡一点，你的智慧就透一点，你才能入门。如果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很严重的话，入不了。佛法学的再多，啊，甚至用讲经讲的天花乱坠，那你的烦恼习气很重。啊，六道轮回千年的哪到哪一道是烦恼习气，千年的那种。啊，不是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啊，能够淡化一点，知足常乐，啊，得到少许就满足了，就够了，啊，借助古人一句“金玉良言”，多思不如少思。少事不如无事啊！那我们是干哪一行？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不要干涉别人啊！然后各个行业互助合作，这个世界都美好了啊！不要干涉别人，把自己本分做好。那我们出家了，这也是个行业。我这个行业是张家大师替我选的。啊，我很听话，他给我选我就接受了。啊，而且还教了我一个原则。啊，他叫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哎，
然后附带告诉我，你发这个心，你不要去找老师。我说不找老师，那怎么出家化？他说你去找一个老和尚，啊，想做他的徒弟，他要不答应不要你，你是不是很难过？我说是啊。我说那怎么办呢？求感应，求佛菩萨。啊，所以我就听他的话了。啊，我求佛菩萨，求感应，哎，法师来找我。啊，知道我很想出家，他来找我。两个月当中找了九次，我看他的心很沉，所以我就出家了。找我三次我不会答应的。啊，那找了九次。啊，所以我也就提出条件了，啊，我说我出家研究经教，啊，不做金蝉佛事，不做法会，通通不答应，啊，我才干，他不答应，那就不行啊，啊，而且那时候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跟寺庙里头讲好了，我一个月要到台中住一个星期，往返路费寺院要给我。啊，所以我是有很多条件出家的。那可是变化很大了。哎，寺庙里给我这么诱惑的条件，那个只有两年，两年就变了。那就不答应了，啊，一定要逼着我放弃学经教。啊，要求我的时候去做金蝉佛事。我说这个不是我出家的问题，那没办法，只得离开寺院。啊，没有寺院可以住了。啊，跟李老师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不好处是什么呢？以后寺院都不收我，人家说这是四宝的徒弟，他们说。李炳老是四宝，不是三宝，这四宝，四宝的徒弟不收他，不收他。啊，招待吃一餐饭可以，啊，在寺院里啊挂单就不可以，啊，所以很辛苦啊。如果不是韩馆长收留了我，帮助我，我们这条路就走了。啊，那个时候被逼着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去干地产，另外一个就还俗，没还。啊，就是当时的处境。啊，韩馆长是我讲的时候听众，啊，东北人很讲义气，啊，所以他就告诉我，啊，他家是一个独立的小房子，啊，两层楼，啊，对对。他还有多一个房间可以让我住，啊，他替我租地方讲经，借地方讲经，啊，让我讲经不中断。我在他家住了十七年，啊，他那个时候找我的时候，我带他到台中见李老师，啊，问李老师这个方法可不可以？李老师答应了。所以十七年之后才有景美图书馆，我们才有这个小大殿。啊，我一生当中没有道场，因为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啊，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的，啊，不要搞道场。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那比我还幸福。我还有个房子住，他没房子住，住在树底下啊。那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四十九年了，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世尊呢，自己就很安慰了。啊，我的生活比较好啊！你看看世尊当年。讲经是大树底下，
人数也不少了。长随弟子就1250人，不常见。啊，那还有一些在家中来听经的，我们想到世尊的音声，那了不得了。我们现在用扩音器，那他不需要啊。是啊，我们想的是世尊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通常最至少我估计的时候，长随众是一半，临时来的是一半，至少有2000多人呢。他不要麦克风啊。大会的时候有10000多人呢。啊，你说他的身体不好啊，不需要扩音器啊，而且还有特殊的辩才。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也过得久。啊，来自不同地方的语言不同，听佛讲经都是自己的语言。哎，中国人听他讲中国话，哎，美国人听他讲的是美国话。这个奇妙，你不用翻译的。这个能力，只要我们借了心，就会服了。这本能，不一点都不稀奇。我们才晓得了，我们这种能力是被妄想分别执着的障碍住了。这个东西去掉之后，本能就会服了。啊，你说话什么人他都听不懂，听是他自己的声音。啊，不单人，畜生都听不懂。啊，鬼道也听不懂。啊，九法界的众生他都能听得懂，就是佛说说话就这么厉害，啊，不需要翻译。啊，就你就想到的时候，我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样的大自在，啊，这么多的智慧，啊，德能，原来放下就是嘛。啊，所以佛对众生看法是平等的，啊，只是什么？只是你带了妄想分别执着的佛了，你是佛，不是别人。这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所以佛法是真平等的，啊，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是，啊，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成佛，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顿悟时候就一下就放下，善财童子在这个华严经给我们表演的是进悟。一点一点放，啊，放一点就提升一层，再放一点又提升一层，啊，就53参，做53次放下，啊，这个叫真正的方法。啊，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乱世，啊，居住在这个世间人非常辛苦，对我们修佛的来说呢，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受尽辛苦，啊，积法道心，一定要认真努力，跟着佛学习。啊，佛陀的教学在一般宣传里面所提出来的，利苦得乐，破迷开悟，转凡成圣，那都对于阶层的，怎么样利苦得乐呢？断恶修善，你就利苦得乐。真的能够断恶修善，善的标准是十善业道。啊，念念心行都跟十善业道相应，
你决定不堕三恶，而且你决定可以改善你现在生活环境。啊，袁了凡先生是好朋友。啊，你们看于静义、日照神系都是好朋友，那都是断我修成。啊，什么危机都没有了，都化解掉了。那有了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一层，那就是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是脱离六道，进入方便的一统。啊，就是提升到四圣大境，那是破迷开悟。啊，到最后能够把妄想也放下。妄想是什么？是起心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转凡成圣啊，是法界的啊，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现前，升到那个地方，真的发生。这个可以说圆满啊，虽然说圆满，大乘教里面啊，《华严经》上还是把它视为不究竟啊。为什么不究竟？习气未成就啊。四相上确实没有习气。所以你看看这个证悟的这个次第啊，阿罗汉是把见思烦恼断掉，就是不执着。三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啊，见思烦恼虽然是断了，见思烦恼习气在声闻法界里，它有见思习气，有执着的习气。习气断掉了，习气没有了，它就又提升一层，圆觉啊，就是辟支啊，它提升到圆觉法界，就圆觉没习气啊，见思烦恼习气又尘沙烦恼，那就是退分别。啊，执着没有，执着习气没有，可以分别啊，所以能把分别断掉，他又提升一级的菩萨了。菩萨没有分别，有分别习气，那个分别习气再断掉了，他升到最上层了，第四层了，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没有分别的习气啊，但是他有起心动念，这最微细的烦恼，这叫无明烦恼。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无明烦恼断掉，十法界没有啊，他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有无明的习气，无明习气不好断。不像前面，前面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好断，无明习气难断啊，无明习气没有方法的啊，所以到那个境界叫无功用道啊，你想什么方法，你就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不能起心动念，所以他没有方法，那是让长时间让他自自然然的。啊，需要多长时间呢？那经典上的三大二僧祇劫，那这么长的时间，无明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了。给诸位说，那个十报庄严图也没有。那剩下来是什么呢？剩下的是常寂光，
那是真，纯真无妄啊！啊，常寂光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啊，这个圆明体就是自信，自信里头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所以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全是假的。啊，知道是假的，这就是看破。我们不是自己有能力看破，是因为亲近佛菩萨，常常读诵经典，从经典里面知道，知道也行，知道之后不在这种，那就对。啊，我们就能得受，只要放下烦恼就没有了。啊，别人诽谤我。假的，你就说生出烦恼，你就不气愤了嘛。如果你要当真，啊，气了多少天，气消不了，把自己身体都气坏了，你不是冤枉吗？没有这个事情嘛。哎，他认为有，我知道没有，我知道是假的。啊，所以看淡了，日子很好过。啊，看淡了的时候，智慧也就渐渐增长了。这是真正的觉悟。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就对了。那就真正的佛。啊，老实念佛，每一个不生净土。啊，净土的殊胜是十方世界找不到啊，所以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你就真正是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你很冤枉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吉谦就是这样，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一到啊，决定不空过，什么都可以放下，阿弥陀佛大咒就行了。我今天啊跟大家的谈话了，我想就可以了啊，每一天讲经呢都可以在网络啊，在卫星上都能够在一起学习啊，就现在有好处，从前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那讲经受了很大的局限啊，我们是凡夫，没办法跟佛比，现在有这个工具啊，帮了很大的忙，但是还是比不上佛啊，佛应因而说法，众生随类不得解，现在我们知道，就像无限电广播，变法界虚空界的众生都听得到，都能收到，我们这个机器还是不行啊，这个机器现在只能覆盖地球，别的星球就到不了，还是佛的本事大，我们科技比不上他。好，谢谢大家啊，谢谢。